花莲，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2年2月26号，瑞芳晚上9:17，首班车是4020次哦。N 哥发车就要先到花莲，那 N 一说微笑小美容900新区间快车，929区间快哦，4020次。N 哥发车将北回香港花莲的假日的超优质 N 绿手压上面的900新。924区间快车，929区间快车讲的时候4020次来的啊，是929区间快，在瑞芳站停靠，我们关闭车门，耶，我的4020次超优质900新区间快车。关闭车门。关闭车门。4024哦，在南方站关闭车门。929千块，拜拜。拜拜啊，我的4020次英格发车将北向花莲的超值引力售价上面都用900新929区间快车，在瑞芳站，瑞芳站已经4:09:20开始，感谢自然节目，112年2月26号再见喽，拜拜。